我们加入三勺的纯牛奶，再加入半铲子的珍珠粉，给它们放在一起搅拌均匀。加入 0.8 勺的海藻，倒进去，可以加一颗到两颗的精华液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海藻均匀的向底部按压，让海藻去吸收水分跟牛奶，向下按压，海藻出胶均匀。我多按压啊，一定要多按压。然后现在再用手再次的按压，还是为了让干颗粒的海藻能够吸收到水分跟牛奶啊，一定要多按压。好，我们现在调好的海藻软软糯糯的啊，我们给它拿出来放在手掌心上，它摊成巴掌大小的，然后两手一托，海藻变宽，我们贴在额头上，先固定额头。固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头低下，把海藻往下拉，然后我们抠出眼睛，再抠出这只眼睛啊，再抠出这只眼睛，整理一下，屏住呼吸，抠出鼻子，再抠出嘴巴，这样的一个海藻面膜就敷好了啊，特别的补水补胶原。海藻补水养白面膜，敷好之后给它加上一张保鲜面膜贴，可以保鲜锁水，防止水分流失，防止营养的挥发。15分钟之后揭掉面膜，皮肤白白嫩嫩啊，特别补水，非常好用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